当行车一个过弯，撞上前方女骑士，机车倒地，女子还滚了一圈，幸好只有轻伤，自行站起身，撞得不轻。相行车保险杆掉落，驾驶及友人也立刻下车帮忙扶正，并查看伤势。这时围观民众越聚越多，驾驶缓缓往巷口走，一溜烟，两个人竟然手刀狂冲。啊，那拄啊，不是弄到人，啊，那做一走啊呢？从马路冲进暗巷，两人以跑百米速度逃离现场。150公尺，从巷口冲到巷尾，只花了21秒。原来肇事驾驶是26岁的逃逸移工，开车撞人，闯下大祸。加上围观民众越聚越多，担心被抓，竟然当街落跑。说实在的，150公尺只跑了20几秒，那其实跟比正常人的速度还要快了。逃逸移工出车祸撞到人，连保险杆脱落也不管，汽车落跑。幸好女子只有轻伤，否则肇事逃逸找谁赔偿？警方事后巡线抓到人，转交移民署专勤队依法送办。记者曾伟翔、黄湘富、彭欣南投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、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他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